各位善知识，刚才讲到诸有所需盆器米面盐醋之属啊，这个凡是有所需的地方他都会给啊，莫自疑难。这里就是总说声闻人要断烦恼了生死的所有的修法都包含在里面了。那么以佛法的整体来说，就不出戒定慧三无漏学，而声闻人观四谛，就是以四谛十六行观呢为他的入道要门。所以在内凡位当中啊，忍位有开持要修四谛十六行观，顶位要完全修四谛十六行观，到了忍位下忍位要修上下八谛三十二行观，欲界四谛十六行观色无色界合并起来上界叫属于禅法，也有四谛十六行观叫做上下八谛三十二行观。到了中忍位要学习减缘减行啊，那么有三十一番的减缘减行的这个观法。那么到上忍位最是只剩下最后一行啊，第一刹那是上忍位，第二刹那进入这个四谛一位啊。那么到了四谛一位啊，再进一步就是见道位，就是成出国须陀原了。所以现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从顶位开始要修这个下忍位，那么就修这个四谛十六行观。而苦地下四行这个容易明白的，都是常讲的东西啊。苦地下以苦缘有四行啊，苦缘四行就是苦行、空行、无常行、无我行，这个容易明白，不必细说。就是必定在三界六道里面的苦啊，彻底明白，体会到时时是苦啊。那么，观诸法都是缘生，既然是因缘所生，都没有实在体性，所以是空啊，缘生而性空，所以修空观。那么知道三界六道轮回啊都是无常的，凡有所作性啊通通都是无常啊，除掉无为法之外其他一切都是无常，修无常观。那么第四无我啊，这个身体四大五蕴假合之身，我不可得啊，我不可得，我所有也更是不可得。那么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啊，就是四念处里面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那么这就是从这个四念处里面呢再进一步的努力进修，观察这个加上观果地上凡夫的果地上的苦恼啊。那么观空啊无常无我是在四念处会里面呢就已经修成习惯了。所以苦地啊苦缘之下的四行啊比较容易明白。极地下这一个修行的方法，极缘有四行，就是极行、因行、缘行、生行，叫极因缘生。这是观察苦的原因，上面苦地下的凡夫之果呀，为什么会有苦？苦是由极而来的，极是招感的意思，就是由这个极地的烦恼种子去造业啊。烦恼种子不起现行造业，也不会有所招感，要造业了，造业就招感啊。那么有因必定有果，造了业是因种下去了，必定有结果。所以第一观察这个极行啊，就是观察这个烦恼种子啊
他为什么会升起现行，这个种子为什么升起现行，我以我们这个总和的佛法来说吧，单站在声闻位上说比较还比难懂，以总和的佛法就是大小乘的观法通通总和起来说明啊，烦恼从哪里来，贪心没升起来之前贪心在哪里，他为什么会有贪心，今天你看到你所喜欢的他贪心从哪里跑出来的，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之前为什么会没有贪心，看到了贪心从哪里跑出来，嗔恨心，你如果没有碰到这个境界嗔恨心为什么不生出来，人家骂你了嗔恨心生出来，他为什么生出来，嗔恨心在哪里，找出这个因种的这个最先发生的那个情况，这个叫做即行啊，追求这个即的因啊是怎么来的，所以第二叫做因行因，我晓得了，因为我心里就是有这个贪嗔痴的因种，有这个种子存在，假如没有这个种子啊，你就是无论怎么样去熏习它，它也不会发出来的啊。例如木头你骂它，它为什么不动嗔恨心，木头你把钱金银器宝挂在它的身上，它为什么不会想要，它为什么不会起贪心，为什么，它没有因啊，这个木头本身它没有这个因种啊，所以你认为最好的东西给它，它不会生欢喜心，你骂它打它，它不会动嗔恨心，原因是它没有种子啊。那我们众生碰到烦恼会生起这个烦恼来，碰到这个贪嗔的因缘，顺境逆境生起贪嗔的因缘，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因种，有了这个因种啊，碰到助缘呢，它就要生起现行的，所以有因必定要有缘，缘是助缘，没有助缘这个因不会生起来，种子虽然是具备在心田之中有这个贪嗔痴的种子，可是要有助缘呐，你没有接受到碰到外面的这个顺利的境界，这个因种它不会升起现行，所以第三是观这个缘行，观缘，缘是助缘呐，助缘，缘就是所对的境界，所对的境界，你有这个烦恼种子碰到这个所对的境界啊，人家有好东西给你看到你想要了啊，那么升起贪心，这个必定是有那个好东西能启发你的贪心的，这个助缘。你动了烦恼发脾气，脾气从哪里来啊，必定是由人来诽谤你骂你啊，那你才会升起这个嗔恨种子啊，升起现行啊，所以必定要有助缘，没有助缘他就不会升起烦恼来了啊。我那地温房间啊，我不含人修养的，你知不，我那地温房间我一个人关起来，我不跟人修养，这是原因在哪里，没有助缘啊，我不会爱两个啊，两个叫我不会了那么如果你一个人站在那边，你就是整天你想要吵也吵不起来，又没有对象啊，那么就是必定要有助缘，有助缘他升起烦恼。好了，那既然如此，有助缘才升起烦恼，你就观，这个助缘不是你一个人所对呀，诸佛菩萨他也见到这些助缘了，他为什么不升起烦恼啊？例如说，挨骂吗？佛也会挨骂的，你不相信？你看释迦牟尼佛一生的经过，前面不是说他有九脑吗？那么也有人骂佛呀，可是他为什么不升起烦恼啊？那我为什么要升起烦恼啊？原因在哪里呀？这样子好好去观察。所以天台宗的祖师从此发展了修这个四润观心四推四润推出这个烦恼种子不可得所以中观论里面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
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这些诸法当体就是无生，他自己能生吗？就是一个人他会吵架吗？不可能。为什么？没有助因，没有助缘，他不会吵架。他生吗？因为有助缘，有人骂你，你就吵起来，那是他生。如果是他会生的话，那你平常见到别人你为什么不吵啊？也不是说见到人就吵啊，没有这个事情嘛。不他生，那么是自他合并起来生吗？没有这个事情，单自不能生，单他也不能生，自他合并也不能生。为什么？一粒沙子打不出油来，炸不出油来，多沙照样炸不出油来，这样子下功夫去推啊。既然如此，诸法都是原生的，原生性空，它的体性不可当啊。因此第四修生行，生观察诸法都是因缘所生，即因缘生。诸法都是因缘所生，离开因缘一法都不可当啊。那么圣人也碰因缘，他为什么不生烦恼？我们为什么生？那么以种种的方法去推，推到最后烦恼不可当啊。那么由此啊，就能把这个烦恼的这个习气啊，慢慢把它去掉。我刚才解释这个集缘下的集因缘三四个字的四行啊，不是按照声闻法的立场讲话，所以我说以总和的佛法来解释啊，一般人听起来可能是比较容易了解。假如完全站在居舍论呐、大毗婆沙论那种的说法，别说是你们听不懂啊，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因为我们现在学的不是属于哪一套啊，你用那种方法来说，人家很难了解的。所以现代人总然会说苦集灭道，苦集灭道，但是集是什么，他还是集不出来的，什么叫做集？他还是莫名其土地堂的，不但是城隍庙不知道，土地堂也不知道啊。那么这是所谓集地下四缘四行，集缘四行啊。他就是用这样子，完全用心力去观察，碰到逆顺境界，随时观察，对治这个极地的烦恼种子，慢慢他就能够消除了。凡是碰到这个顺逆境界，您能这样子去观察的话，烦恼自然慢慢就会消失。如果你跟随烦恼去，那当然就糟了。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不能想了啊。这是世间因果，苦集二地，世间因果啊。我们平常都不肯从这个地方下功夫，不了解，不懂的方法，也不会下功夫，结果呀，学佛几十年下来，烦恼归烦恼啊，那么佛法归佛法，彼此两不相干，河水不犯井水，那完了。那么这一辈子学法，学修学佛法，学到最后还是半斤八两。没学佛之前都后背六两，现在学佛学了几十年都后半斤两，还是一样。没学之前是八两，学了半斤。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北部的这个客家话有这么一句话：水尽通油啊，茶一三斤半，冰落三斤半。那么放在水里还是三斤半，拿起来还是三斤半，为什么？它不会假醉的啊。所以如果你不在这些用心力方面下功夫，你不会在心力方面下功夫啊，那你就是把金刚经读得滚瓜烂熟啊，还是照样我相人相众生相啊。那么你就是把阿弥陀佛一天念过十万，可是还是一心达不到啊，不乱而是多心散乱，原因在哪里？没有在心力上下功夫。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在心力上下功夫，不在心上下功夫，修法怎么能够成就啊？不会有所成就的。那么下面是出世间的因果啊，先观果而后观因啊。如果你对出世间的因果不仰慕，不想学习，不求证，那你就没有目标啊，没有目标怎么能够达成这个目的呢？所以下面观灭地，
灭地下这一缘呢、啊、有四行，灭、净、妙、离。灭是指灭地涅槃，指烦恼断了之后的境界啊，灭地涅槃，烦恼断了以后的境界啊，见思惑断了那个境界，灭地涅槃。灭地涅槃我什么要求他，我为什么要求他呀？因为他烦恼断尽了。所以第二就是净行，净行观察这个灭地涅槃它的好处啊，烦恼断尽了，烦恼断尽了，没有烦恼啊，没有烦恼种子，当然就很自在了，身心自在了。所以观第二行啊，是净行哦，灭地涅槃了，它没有烦恼，烦恼种子断尽了啊，只是烦恼断尽了有什么好处啊？啊，因为它很微妙啊，灭地涅槃的那种境界啊，那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啊，所以叫做妙啊。妙之啊，智者大师的解释就是不可思议啊，妙者不可思议也。什么叫做妙啊？妙就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那个微妙的地方，没微妙的境界，用心想不出来，用言辞表达不出来，那种境界就是妙哦，妙极了。假如你住在妙觉寺，那是妙极了哦。这个妙到究竟觉，那还有更好的吗？所以你能够这样子去体会这个灭地涅槃的境界，烦恼断尽，就是微妙到至极。所以第三妙行啊，为什么会得到这种微妙的境界呀？因为他远离烦恼，哎，远离三界六道轮回的烦恼，他没有了，没有这个三界六道轮回的烦恼啊，远离烦恼以后得到的这种的灭地涅槃的境界，所以这么殊胜啊。所以第四观这个离行，离烦恼以后的那种境界啊，没有证道之前时时仰慕心慕这个灭地涅槃啊，证到灭地涅槃的境界，那是烦恼断尽的。证到灭地涅槃的境界，那是最微妙的。证到灭地涅槃的境界为什么会那么微妙啊？因为它远离烦恼的啊，这就是灭地下四行啊。那么要证这个灭地涅槃的这个殊胜境界，怎么样才能得到啊？要修道地，道地是因啊，所以道地下有四行，道、正、寂、慎啊。先观这个道地，道就好像道路啊，啊，由此能通到涅槃啦、啊。你按照这个三世纪道品啊、戒定慧啊、如法去修行啊，就能通达到灭地涅槃。不修三世纪道品，不修这个出世间法啊，不断烦恼，没有办法他达到这个灭地涅槃的境界，所以必定要修道。所以第一道行，道太多了，门外的路太多了，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道太多了，必定要找出这个正确的路线，去向涅槃的正确的路线，不偏不斜啊。所以第二要观正行，正啊，真正的正，这个正行啊，就是观察出由此去向究竟涅槃的那一种境界的路线啊，要怎么走才能到灭地涅槃，要把这个路线啊观察正确啊，由这个灭地之离你求啊，往这个路线去求真啊，这个路线是正确的啊，才能契合于灭地涅槃。所以要观察所有的修法方面，那么这个正，第一观察这个正确的路线，第二要找出适合你的根性的修法，找出适合你的根性的修法啊。例如说你是以不净观容易入道呢，还是以素习观容易入道，还是其他各种观门当中你应当修哪一种方法比较能够容易入道？所以自己要会观察啊。那么这一方面要靠善知识师长的指导啊，
所以师长指导就是善知识啊，这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善知识这是得到的大因缘啊。那么这个道路不会认错，不会走入歧途，这个最重要的，一方面自己要有正知正见，一方面有好的善知识来领导，才能趋向于正行。所以要观察这个所修行的这个方法正确不正确，是不是有正确的知见，自己要有智慧去回光返照您的知见是不是正确啊。所以第二修正行啊。第三己是本己的己了，四己的己啊。这个本己的己啊，就是好像脚己了啊，卡呀哦，好像脚踩在地面上哦，那么印出来的那个脚迹印子，为什么叫做迹形啊？那是观察过去的人有没有走过这个路啊，嘿嘿，我要走的路从前有没有人走过啊？那么如果没有人走过，那我跑错了怎么办呢？是观察看从前谁走过，释迦牟尼佛走过的啊。我们观察过去的圣贤走过的路线，按照他的脚迹印子一步一步走，这样不会错的，不会错啊。为什么？因为有人走过啊。啊，欲知山下路啊，须问过来人。你不问过来人，问那个从来没有走过的人，那你免不了就会走错路了啊。所以第三要观察你走的路是不是有人走过啊？那么就是你所修的法以释迦牟尼佛、以古圣先贤啊、以那些高僧大德所走的路线，你不妨比一比、对一对啊。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说，我们在古来的高僧大德里面呢，你在《高僧传》里面好好的都看，你可以选择。哎，这位高僧他的行啊，他一生的这个举动，他的作为，我可以学啊，我能学到几分啊。所以后人往往喜欢用古人的名字啊来取这个，或者是金色呀，或者是什么名相啊，他这个用意就是哦，我要跟这个人学，我要这样子做啊。例如从前禅云法师啊，到台湾不久的时候，他盖了一个茅棚啊，他就叫做映红茅棚。他为什么叫做映红茅棚呢？有他用意的。他是想要学印光大师念佛，学弘一大师持戒，所以叫做映红茅棚。否则他定这个名字做什么呀？因为印光大师念佛，弘一大师持戒念佛，这是了生死出三界的大干入门。他要跟这条路走。那么他定下这个名堂来啊，那么由此就不会走错路，因为这是人家走过的路线呢、啊、我从后边跟着走，不至于错误。所以要观察这个迹形。那么修行到灭地涅槃，怎么样子能够达成呢？这好像坐车子，好像坐车子，你要去台北吗？要去台北再去坐车子，或者是到屏东坐公路局的果光号，或者是坐火车到高雄转车，那么也可以到小港去坐飞机那么你必定要从因到果，从开始到终点，完全按照古人的步骤，好像坐车子一样的顺着那个路走。所以第四有慎行，慎运在唯一，甚是运在唯一。那么你明白这个道地下所修的法门啊，不管你是修四地十二因缘啊，或者是各种法门，都是一样的，按照古人所经过的路线，好像坐上他的车子啊，一直到究竟涅槃。所以有这个慎行，每一地下有四行啊，各个有它的道理，都是用心去推去观察去左观啊。那么对于这个没断烦恼之前呢、啊、灭地道地只是心目，道地是实修啊。那么由此一方面，一道地的修因可以断除极地下的烦恼
啊，那么解除苦地下的苦恼，啊，那么最后成就就是灭地涅槃。所以声闻人他必定要修这个四地十六行观，啊，那么这个四地十六行观，刚才说的这些名相啊，都是根据旧义的，根据旧义就是这个天台的教典里面所记载的那些名相啊来做解释，但是这个解释不会完全按照原来的这个书本上所说的道理，因为这个四地十六行观说的最详细的就是大毗婆沙论跟这个俱舍论，因为这是说明这个声闻的修法里面的四地十六行观他说的最详细了。那我们求希望现在人能够体会能够了解的这种的用意啊，所以尽量把它简化啊，把它简化，以现代的习惯的方式来再加以解释。如果你真正要了解声闻圣上的本有的四地十六行观的内容啊，那你必定要去看俱舍论啊，最起码根据俱舍论去学习啊。那么再广泛最详细的是大毗婆沙论啊，里面说的最详细了。那么经文里面所说的诸有所需盆去米面盐醋之属莫至疑难，就是说四地十六行观你努力进修就能得到灭地涅槃。所以顶威要努力进修这个四地十六行观啊。那么接下去经文里面是说，亦有老毕死人虚则相结，啊，那么这是长者跟这个穷子说，假如你自己的工作啊能够如都按照规定去做好的话，啊，假如你需要人帮助啊，我这里也有比较年老的啊，就是身体比较差一点的币啊，那么平常使用的人呢，他也可以帮你的忙啊，啊。可以帮助你工作，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也会给你帮助的人也给他，不但是给他盆器米面盐次之属，而且还给他帮忙的人，这是比方。这个比方就是说明啊，是如意足如法修行啊能发神通啊，假如你如法修这个是如意足定会具备啊，就能发出神通来，神通带足啊，好像老毕死人使用的人，以神通来比这个使用的人呢，啊，用使用的人比神通。那么为什么称他老毕呢？因为是声闻，声闻的神通啊比起佛大菩萨的神通相差很远，所以佛的神通大菩萨的神通好像强壮而年轻，强壮而年轻的人的这个死人使用之人，声闻人的神通啊就是好像老弱这个身体比较差老毕的死人，所以这比方这个神通力量不及佛菩萨，所以叫做老毕死人。他们如法修行能发出这个神通的妙用来，所以叫做也可以相结，就是你也可以得到神通，你也可以得到啊，好自安逸，好自安逸就是你要好好的安心啊，逸就是心，你好好的安心在这里啊工作啊，那么不但是发神通，那还能断烦恼，所以好自安逸，如果在三十七道品里面是比五根，信尽念定慧五根具备啊。那心才能安，五根具备心才能安，那么这就说明下忍位的开头啊，好自安逸就是下忍位，下忍位要上下遍修八地三十二行观，欲界四地十六行观跟这个色无色界合并起来叫做上界，上界也有四地十六行观啊，那么也一一观察，上界除掉嗔，其他通通都具备，
时时烦恼里面啊。那么前面在这个尤其在四教仪里面呢，藏教之下都说得很清楚了啊。这个所谓见或八十八十，思或八十一品，这都是需要断的烦恼啊。那么具备五根，那么如法修四地十六行观，观上下八地三十二行观，都要遍观，一一都要观察啊。那么好好的用功，这样子你可以呀、啊，成就这个下忍威。我如鲁夫，物夫有力，啊。那么长者对这个穷子说，我呀就是好像你的父亲啦、啊、这个时候只好像而已啦，如啊嘎纳西嘎纳西，好像啊，我好像你的父亲一样，我会这样子来照顾你的，那你不必忧愁，也不是也不必疑虑啊，你不免惊，你好好走啊，也用这种方式来安慰这个穷子。那么这就是武力，武力五根正长成五力，有力量了。要有力量，要经过中人上人两个阶位，这个时间就长了。在中人位里面要修四地上下八地三十二行观啊、这个三十二行观里面要学习减缘减行，三十一番的减缘减行。这个道理我在讲四教与藏教里面说过，前面讲比喻品的时候也曾略略的说过，那么就是苦集灭道排起来，生无生界一个四地十六行观，欲界一个四地十六行观，以前有表给大家的啊，那么回去把它找出来看看也可以，这个有帮助啊。那么按照这个数目字啊，那么第一次的减行就是减上二界的圣行啊，从这个第一减起啊，那么第二次减行是上二界的这个寂行，第三是正行，第四道行，到了第四番减缘也减行，把道地之缘减去了，上界的道地之缘减去，也减去道行，所以到了第四番减缘也减行，前三番只减行而不减缘，那么这样子一直往前减到苦地，那么有七番减缘同时也减行，有二十四番只减行而不减缘，这个名相很烦的啊。那么以前曾讲过啊，假如你忘掉的话，或者是找出这个四教仪的藏教之下说明这个四地十六行观那一段，再重听一遍也就可以了，现在不再说，再说的话太烦太多啊。那么而且如果没听过的人啊会搞不清楚的。那么中忍威要修这个上下八地三十二行观的减缘减行，七番减缘，二十四番减行，减缘必定减行，减行未必减缘，把这个道理都弄清楚了，三十一番减缘减行之后，最后剩下下界剩下这个欲界苦地下的苦行，只剩下苦行，这一行最后这一个就是两个刹那啊，修满三十一遍的减缘减行的修法，那么就是中忍未满。那么苦地下苦缘的苦行啊，有两个刹那，第一刹那入上忍威，第二刹那入四第一威。我如鲁夫，物夫有力，这就是四第一威，就到四第一威。那么上面所说的就总合起来呀、就是领悟到前面比喻品里面呢 那么这个所谓三车世子所愿呢、那些儿子们互相推牌啊，进贡持轴，这个很勇猛的出三界那一段文就别把它比对起来可以明白。那么前面也是对照这个四地十六行观来说明的，
只是对于这个四第十六品官的名香啊，当时因为一方面时间关系，一方面嫌这个恐怕太多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名香留到今天讲啊。而对于这个减员减刑，前面讲过，在四教仪里面也讲过，所以现在就不再讲。学佛谈起来有的时候觉得很容易，那么如果对于这些名相听起来会觉得很难啊。怎么难呢？佛教里面的这些名相啊，真是比牛毛还多啊，无穷无尽，学不完的。那么因此你如果要把这些名相都学懂啊，没有一番功夫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有些地方不能不说的啊，再难也得说。那么如果可以简略的，只好简略了啊。所以这些文字看起来很简单很容易，并不难，可是按照古人的解释，把这些名相一一比对起来，问题就大了，学起来就难了。所以难怪有人会说，看经文只看正文容易懂，再看注解就如入无理无物中，好像在物理呀，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教理是在整个佛法里面融会贯通到里面来啊，没有一番功夫没有办法体会。接下去长者对穷子说，所以者何？所以我说你就像我的儿子，原因在哪里呀？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我看你的工作啊，你常作诗，无有期待嗔恨怨言啊，因为你过去的工作啊，你没有这四种毛病，都不见你有此诸恶，如以做人。因为我没有看到你有这些不好的地方啊，这些劣处这些坏处啊你没有啊。就是说他看这个穷子啊，这么一段时间跟佛修学以来啊，他不会有期有态有嗔有恨有怨这五种情况啊，没有言辞的表达出来，心里也不会有这个念头啊，所以我都没有看到你有这些恶法啊。如以做人，其他的做人可能就有这些问题了啊。欺骗主人呐、啊，就是我前面讲过的，看到主人来了哦，很努力的在做，主人走了他偷懒了，这欺骗主人。太懈怠啊，怠是懈怠，懈怠怎么懈怠啊？不用力呀、啊，低头也个真管了，但是没力骨落去啊。哦，那么看起来好像他是蛮用心的在做，实际上他并没有力呀、啊，不大用力呀、啊，骨为轻呐、啊，哦。如果是这样子，是一种懈怠相，不是认真的做，马马虎虎啊，那么这就是懈怠的表现。嗔，做多了要发脾气啊，起烦恼啊，啊，或者是看到别人做的比我少一点，我做的比较多一点，他就会有不平之敏啊，啊，他为什么那么好，主人对他特别好，那对我就坏啊，叫我做这么多工作，那么心里就动烦恼啊，那么就发出嗔啊，就是发脾气了。嗔是脾气。恨，看到主人对别个工人好，对他不好，当然他就会恨他呀，恨主人呐 啊。虽然不敢讲，这就所谓敢怒而不敢言呐、啊，敢怒而不敢言，心里不高兴啊，但是他不好说。说出来恐怕就要炒鱿鱼了，恐怕被炒掉，炒掉没有饭吃，没有工作怎么办啊？所以他又不便说，因为为了饭碗呢、啊，不便说，他又有不平，就恨在心里呀、啊，啊，他老是恨在心里，恨是没有表达出来，在内心里不高兴，啊，有内心里不高兴的那种表现是恨，怨，怨天尤人呐、啊。厌是把话也讲出来了啊，那么就是说主人对我如何不好啊
啊，那么偶然有的时候就发出这个怨念来。这五种恶他都没有，看到这个虫子都没有，都不见你，炉就是你了啊，我都没看到你有这些恶法。诸恶就指这五种事，这五种事你都没有啊，其他的做人可能有。那么这是比方，它的内涵呢，就是说你在五根努力进修成就五力呀、那么既然成就五力了，你断烦恼了生死就没问题了，一定能够证出国啊、所以因为他有信力故无欺，有信心就不会欺骗人呐、有信力所以无欺，有精进力就没有怠，没有懈怠的怠啊、无怠就有精进力，没有懈怠，有念力所以没有嗔恨，没有嗔啊、他念念不忘于自己所修的法门，他就不会动烦恼，就没有嗔，有定力就没有恨，他心里定力充足啊，他就不会恨，没有恨意啊。有智慧啊，就是没有怨，有智慧力就没有怨啊。信尽念定慧五力具足啊，就没有期待嗔恨怨五种的过错，他都没有啊。因为他没有这些嘛，所以长者就很相信他，认为这个人很可疑啊，所以啊，就至今以后啊，如所生子啊，对穷子说：“从今天开始，你跟他问的见哦，你就是像我亲生的儿子啊，没有两样啦啊、我对待我的亲生儿子也是如此啊。那你在这里工作虽然是很辛苦啊，但是我看你呀、跟我的亲生儿子没有两样哎，至今以后如所生子。”假如一个工人听到这个话，你想想有多高兴啊，高兴得跳起来呀、中午不吃饭就会饱了。为什么？这个真是难逢难遇呀、未曾有法呀，不曾有过的事情。哪一个长者副主人他肯把这个穷人啊、把这个佣人奴婢当作自己儿子，世间上是不曾有过的。可是今天穷子得到了，站在穷子的立场讲啊，他要高兴得不得了了啊、所以那么这是第一位之后啊，进一步就见到了啊、就到见到位。即使长者更以做事名，更以做自名之为疑为儿啊、就在那个时候，长者利用这个机会就说：“哎，那你我就看你是我的儿子吧，啊，随时替他更立一个名字啊，就不称他的原来的名称了，就叫他为儿了，儿，儿就是看作亲生儿子一样了，那么这就说明啊，他已经具备七觉之八正道。”到了这个时候，既然长者看之为儿，就是入见到位，证出国啊、从四第一的最后心啊、入见到位而证出国。儿时穷子虽心此一，有故自谓客作见人，由是之故于20年中常令处分。那个时候穷子啊，虽然很幸运的碰到这么好的姻缘，长者看他像亲生儿子啊，那么呢欢喜呢，心欢喜，虽不尽至此，虽然很欢喜呢啊，遇到这么好的境界这么欢喜，长者认他为儿啊，但是他自己呀、有故自谓客作见人，他不会认为自己很高贵起来。长者虽然看他是儿子一样，但是在穷子这方面来说呢，他自己觉得我还是做工的人，客桌就是到各地方去替人家做工，在人权当中我是一个下贱的人，所以叫做客桌贱人，我就是替人家做工的，我只替人家做工的下贱之人啊、我不敢说我是长者的儿子。那么就是说，长者是承认了，长者承认了，穷子自己不敢当，
穷子自己不敢承担啊。那么因此之故，他不敢承担的缘故啊，有20年的时间，就是替长者这样子这个挑大粪、洗衣号、做苦工啊。那么天天都跟米田共在泡在一起哦。那么这样子花了20年的时间。为什么说20年呢？郑四国啊，郑出国的时候要有一无爱一解脱，就是断见货。断私货，九地的私货啊，9981品的私货啊，要九无爱九解脱，无爱道心意叫做无间道，九无间九解脱，再加上见到位的一无间一解脱，合并起来就是10个，又有要具备这20个智慧啊。九无间也叫做就义，叫做九无爱啊，九无爱九解脱，无爱道就是努力进修的时候啊，那么往前冲是无爱道，成就了的解脱就是解脱道啊。那么见道为一无爱一解脱，修道为九无爱九解脱，合并起来正好20。这20年就说明他要证四果阿罗汉呢，要有九无爱九解脱，再加上见到的一无爱一解脱，正好是20个无爱解脱。那么就是拿20年的比方，他在20年当中都做这个断见思惑的工作啊，到这里为止啊，声闻人见思惑断了，见思惑断了，出三界了。他完全相信长者父教他的那一套啊，真实啊，当时说加1倍的价钱给他，今天得到了，当时讲的价钱今天得到了。这就是第二取义林到这里说完，也就是银字下第三追幼鼻到这里说完啊，第四领父家业鼻啊，第四领父家业鼻，那么就是下文了、以下的文字啊，就是儿时长者有疾以下，就是第四段的文字啊，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回。